电视剧《半是蜜糖半是山》是由罗云熙、白鹿领衔主演，萧燕特别出演的青春励志偶像剧。该剧根据棋子的同名小说改编，讲述了患有重度眼泪过敏症的将军多年后在职场重遇童年玩伴元帅，却发现对方处处与自己为敌。经历了一番风霜雪雨后，两人冰释前嫌，慢慢相知相爱的故事。该剧于2020年9月27日在爱奇艺播出。这是一个先苦后甜的故事，主演的颜值都不错，剧情精彩，值得观看。马老师说的果然不错，抓住了女人就抓住了市场。坏了坏了，千万不能被他认出来，他那天的西服看起来好像就很贵的样子，要真要别钱的话，那会要了我半条命的。不行，革命尚未成功，我连和我男生的孩子名字都想好了，不能就栽在这儿。